它那里有一条水线哈，它很明显的水线，上面这里是50公分。应该会停水3天。他叫进入自来水不？行吧。叫自己的清啊！我先别看了是吧？啊，不过雨鞋都不能穿。啊，因为我们刚去也不，外面这里没有，干杯。行，完了就好喝了。哇，林家真辛苦啊，林家。我走到肚子里了。好，没事，我开不要不用不用开了，我往那边冲就好了。谢啊。这里一条死鱼，烤过袂歹，人讲我咧，对啊，我是互别人去烤啊。